应该有人啊，还真见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没开局了，不需要电击了。这个反正板板秀呀，可以去拍照。倒倒没找到空姐啊，不知道倒我哪了。给他一刀，看见空姐了，可惜啊，调香师没有受伤，调香师能救的。凤凰斩。
这版本真的只能用约瑟夫打了，这修机跟魔鬼一样。没有修炼机，大老子没人吗？不行啊，小伙子可以，他儿子废了。车宝回去了，游戏结束了呀。就看见一个人把他分身打了，把他影像打了，好像是先知啊，看见了。没人，不挂吧，懒得挂。那收回枪就可以了。
快点掉到吗？阳台在修，快点在路上，肯定要修。你不就镜像吗？OK，救了。 输了呀！先吃屎，先吃屎！哎，吃屎！ 修不动。哎呦，还有护臂嘞！ 吓我一跳！把这个厄运斩看成那个耳鸣了，吓到我！在开门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帅哥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！哎呀，nice！
行。OK， 看见一个人在起点炖蘑菇了。哎，银枪傻了。应该在板子后面。佣兵。哎，这个脸真的是贼溜。好多人呢。抓结石。接下来他一刀斩了。近战结束后。不着急不着急，稍等一下。不急。等一个照相，佣兵过来了。这是1.5次被伤害吗？怎么感觉这么一丢丢，这佣兵不行啊，感觉死不了。佣兵，好，死。秀呀，老哥，往脸上跑！啥你了？找死金箱里面了还行？这我好烦啊，他死金箱里面我挂了没用啊。真烦这家伙。不着急，他出来了。干嘛啊，佣兵？他治不了啊，除非有鸟保你。哎，不给面子啊！哎死！画你迹象，没椅子啊，这个地方。救了，是谁？先知疯狂救人啊，让他救。
哎，快点做修，记得修，全都修，尽情修，完全给你退回来。抓死了呀，看你何必呢，直接死了，然后佣兵马上一刀斩了你，滋滋没去景象了，你该一刀斩了吧，这个伤害我觉得，我踩踩还不行，死吧你，就是点亮一台，哇兄弟，
还有，
自己了。没鸟，还有，好快哦！养生得弱了。他鸟来的是真的快。来了好慢啊，快挂了，真的慢。哪个欧皇斩？欧一下。修修修，是你敢修吗？敢修我就来杀你了。可以，他真敢修。妈的！别救了。来一下，
里的东西。不要进去。太早了，还太早了，心急了。不下来，二子在附近啊。接下来可以去攻击对男女。谁翻到？王女儿。
没有血迹啊，八成是帮你了。谢谢。我有怀表。酒可能结石要过去了，
希望正前方是个正前锋。这边没有结石，不用担心开局会电击会被直接消完。前锋修的美滋滋，美滋滋，修。装了下来呗，装。好，对，好。好，就对了。坤姐是不是在楼上啊？压下去就进下了，别皮，那谁敢救？所有人全部都是0.5倍伤害，这个人死定了。谁都救不了你。前锋摸好了也救不了，除非他用球。爽哎！拜拜。快点干嘛呢？嘿。那空姐吓的。用呗，用。这调香师还是要死，因为镜像的调香师没有救啊，这边打前锋就行了。我干嘛要打你？是不是？三、二、一，调香师死，快死啊！看到造型，他大爷的有怀表。
德凡。啊，真人倒在金像里面去了。OK， 全光倒地了，挂了。不要急，这边等空姐死。这教堂吧。肯定不是你自己起来的，我懂。你肯定是，哦不对，肯定是自己起来的，不是魔术师摸起来的。魔术师应该。一刀斩，前锋起来，我觉得魔术师应该死了。交分身了。他等我，可以的，等我。What？换地。对，他们想赶一个末班车，所以赶紧打完。